蚊子会传染登革热哦，只要有水它就会长蚊子。各位里民请注意，消灭蚊子要靠大家。我们每一个人哦，要把那个室内还有室外会积水的容器啊，全部给它倒干了。啊，还有室外那些晦气的瓶瓶罐罐也要清哦，蚊子是会到处飞，自私哦会害大家哦。消灭登革热，只有社区动员才有效。